嗨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这个我们今天的会议结束了，那这个总经理呢在帮我们的同仁签书。这个是佩奇，这个是依山，他们都是总经理的铁粉。这是阿妹，都是家里的家。你们不排队吗？好，总经理在签名都会跟同仁聊个天，了解一下近况。那后面的话是亚兰，然后再来是西哥，这是邱经理。邱经理他希望不要太近的拍他。亚兰，各位朋友，是西哥，西哥刚刚笑了一下。好了，记录到这边，总经理的书，各位朋友，记得要购买。